夏天必备解暑神器就是清补凉。这里面可以 DIY 添加一些自己喜欢的水果，就是一道非常好喝的糖水了。我太喜欢喝这个清补凉了，因为它不会太甜。这个是高汤猪蹄，今天煮了两包担担面，这个是阿华田口味的爆浆团子，这个口味真的超级香。直接就脱骨了。
猪脚这些地方都是有很多肉的。干干净净的，那我今天先拍到这里啦，拜拜。